天的 vlog 内容呢，就是记录微博之夜的幕后。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为什么要记录？准备工作都蛮好玩的，自己轻轻松松的拍一个所谓的出发图吧。那、嗯、你可以去坐一下。拍完了，然后要回酒店，然后要选图，加上修修图。我们刚到酒店，然后现在要抓紧脚步，修图、选图，然后补补妆，吃个饭，我们就要出发啦！出发去红毯啦！我真的非常的头疼，我这个刘海，我实在不太习惯活动了刘海，然后我就一直习惯这么晃动它，但是就很容易分叉。又刚喷了点胶。第一步，女明星必备，口气清新。对，啊，三个有点多。第二步就是擦腿，而且我的腿又非常的容易，你看我血管很明显，所以就是要涂一点在膝盖的部分，比较暗沉的地方。好长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好久。好，第一步完了，现在第二步就是女明星必备的闪亮亮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师傅肯定很无语，说没碰见过这种女明星。看，怎么拍不出来闪亮亮？红毯上能看到闪亮亮。啊，手上也要有。叮叮叮叮叮叮好的，还有第三步吗？是 第三步第四步，第三第个第一步是清新口气，第二步哦好，第三步，第四步了，第四步啊，第四步就是 check 自己的仪容，看一下自己美丽的脸，好可怕。然后第五步就是安静的坐车听古典音乐，看看窗外的风景。对不起，我要更新一下，我的第五步应该是把自己身上的就是亮粉和毛毛给粘掉。哎，失败了。快站！快！哇，大家都很会应援嘛，大家都是专业的粉丝。后面有。后面没有，这个时候女明星就可以光鲜亮丽的下去了，然后把这个帆布袋交还给工作人员。你看一看呀，明星洛克区。我知道哪儿，可以拍一下照片，谢谢。带你们看一下后院。我们亚洲的演员也是舞者啊，美貌不遮掩，才华用作品倾倒人心。佟丽娅自出道之后，演技愈发的成熟，塑造了不少非常经典的。第一个点，嗯，第一个点，嗯，然后第二个点是签名。签名完以后，微博之夜前面打招呼 ，say hello 打招呼，亮相。主持人，是丫丫姐在前面，今天穿的好漂亮，黄色的大裙。我看到微博正能量特别多，尤其是看到我的 vlog。小童今天穿的黄色裙子，欢迎，欢迎小童，欢迎小童。我不小心来到了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这个卡座。哎，欢迎你们，打招呼。Hello。你们太好看了。猜猜谁来了？哎，嗨，大家好。哎。挺瘦，挺瘦。我的这个 vlog 就是要集齐很多。可以看看我吗？这样子，给你们两个同框。河马人，明艳红唇，明艳，看我的小狗姐妹，佳琪 ，Hello， 我们在这里
等待，现在是4:50，4:50，我们等到6:00，6点钟，对，多才，还有70分钟。上次没事，你不是刚做完吗？对，我第二次。你今天也很嫩。对对对。啊，我今天感觉你长大了，因为他刚刚过来的时候，我看了2秒我才认得，原来是娜娜，就今天长大了。除了我，还有谁会那样抱你？但是因为我没见过你这个配搭，这个配搭搭配，他今天非常的男友力爆棚嘛，虽然露腿。你确定这个可以播吗？这些都是公主，你是什么？他们是公主，你是什么？公主的妹妹。你也是小公主，人家是大公主，你是小公主。是迷你公主。你今天是小公主。是。很温柔的那种。实在是不太习惯这么温柔。很不像你哦。对呀、啊。说话轻声细语。好的。上台30秒，上台。我的 vlog。啊！德娜要上台了。好。